背跳内线有好球，看左脚这一下，帕德利踩，他直接打门，好球，三平，帕德利，这脚球旱地拔葱，有点当年小罗那个感觉，元气爆发。再看这下，西天宇的变化，是，走内线然后再跑。其他人呢都以为要球的这两个点上会不会塔尔德利传，是定在原地。我们看萨利赫还想站一下内线。